乳制品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，唯有保护好生态，才能与世界分享更好的产品。作为持续位居亚洲乳业第一的伊利集团，一直践行着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使命，以智能化的生产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乳制品。我叫魏向云，伊利集团燕奶生产管理部生产副总监，我从一毕业就来到了伊利工作，到现在已经工作20年。 从基层的包装工到技术负责人，以及现在负责集团燕奶的生产管理，我见证了伊利集团从传统奶业生产到现代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和乳制品生产的转型，更了解了先进的设备和系统管理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。我们和施耐德电器紧密合作，借助施耐德电器的 EcoStruxure 能源管理系统，通过软硬件结合。 帮助我们实现了透明高效的管理方式，运营效率提升了19%，能源成本降低了5%。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世界级的合作，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健康食品提供者。